我亲像一家人。你看，有人要搬进来安尼。哦，等你有在啦吼。系啊，哎，小叶，师姐，师姐，师兄，师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快坐来坐啦。哦，啊，恁咧做这是要办 party 哦？啊，有人要过生日哦？啊，就阮婷婷啦，过生日啊，还要偷偷啊甲鬼买互伊知。哦，是安尼啦，阮大概玩家玩到吼热热的时阵吼，啊，你甲赵师兄。把我们打动啊啦！对啊，啊不然吼，哎，刚才离婚吼，律师事务所，我可能爱照顾也变难嘞。无啦，不是啊，那其实吼，是阮两个啊，做无想要做恁的离婚的见证人啊。喂，赵师兄，哎呦，你这是讲的什么话？口说好话，什么？拍谁哦？阿龙吼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含俊男两个吼，想要加入那个慈济会员啦。哈？哎，你。哎，赵师兄，赶快来一下，快！我听到了，不，听到，人家要加入慈济会员呢。啊，我要。对啊，我在想讲吼，咱到今天的气氛完全不一样，原来是二位菩萨光临。干我！开心哦、喔！哇，马西呀！哎，怎么没看见阿龙哥？他不来书轩了吗？阿仔、阿姨、小英，阿龙哥，这个我过来呢。小英，哎呀，那请阿内啦。哦，我今晚好都来书轩当志工啊，啊就要穿制服啊。啊，无啊，无地。笨哪笨地无啊？当什么志工啊？对啊，当志工学煮拿铁啊！哦，现在我拿铁吼泡了比 Angela 更加好啉哦。要试看卖无？你都爱气话吗？哦，对，那你进去吧。我准那真正纯粹霸道啊啦！哎，俊男，我感恩你吼，叫你进来我呢。啊，你怎么无他进来我？我今嘛可能无在你的身边呐嘞。用一块捧哥你吃哈。我讲老实话，等于你会给我罚几分啊？袂啦，我哪会安尼做啦？上加吼，我用迄壶仔水互你啉啊，互你三工袂当讲话。哎喂，美女小姐，嗯，哎，你新会员的恶习没有改呢，哈，啥物搁咧啉壶仔水啊？亲像你迄搬家的时阵啦，讲啥物入厝爱看时辰啦吼，哎，啊搬厝入来时都爱啥物摔盘啦，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哦，你摕迄个宝剑啊咧，乌白乱舞啊。哦。你这个判习惯啊，无改吼，你都唔是标准的慈济人。嘿，要记住哈。哦，哎，其实吼，安尼甲想起来，我感觉迄阵吼，真正做了足侪好笑的代志呢。啊，啥物，搁要斩阮俊男的桃花啦？哦，真正有够幼稚哎，真正。是啊，阮美女就是安尼，爱受气啦吼，爱计较啦，爱开钱啦，吼，啊，三不五时搁会送金牌。哦。尤其伊个恁会记袂？因为坐慈济的列车一盖啊，啊打扮啊呢，水当当吼，所以吼，我感觉讲吼，咱这个社区吼，足特殊的，啊人都在内底，慢慢拢会改变。你看，吼，即个变啊外高之艳呢。哦。所以吼，这一定要感谢讲秀月师姐啊，赵师兄。啊，小英，这个是你第四张奖状哦，好好留着。谢谢珍珍姐给我领奖状的机会。嗯，你还要继续保持哦。一定的，我一定会。越来越棒了，小英。你好。枪器有你多余。四号啊，前面那间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慢走。有人要搬进来了。嗯，真好。我也好想再搬回来哦。三号还没有人租进去嘛？你可以问问看啊。嗯。可是现在搬回来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人，说不定会找上门啊。等一阵子再说吧。小英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懂事了耶。感恩你，都要谢谢你跟阿伦哥啊。嗯。阿伦。哎，师姐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人都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哦，我听讲那四盒卖出去了。
啊，你这样哦，也给小哥别做管了呢。哎，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社区哦，全部都涨价了？真的哦，哎，你好消息啦！哎呀，啊，唔过，哎，伊买是四号呢，啊，四号伊敢买哦？嗯。四号想到唔敢买，四号真好呢，坐南向房呢。迄厝厝唔是人啦。啊无？是一位大菩萨。哦。哎呀。大菩萨。很惊着。我知影啦，一定是慈济人对不？对啊。哦，师姐，就是因为是慈济人吼，无才会禁忌啦。有影，阿曼师姑，爱相，我哪拢唔知。我嘛唔知，我是听郑师姐讲的咧。安尼真赞咧，这样我们社区就真的变慈济社区喽。对，安尼袂歹咧。阿伦啊，安怎想清楚无？你要做啥？我当然嘛是想讲吼，继续做记者啊。吼。要唔讲吼，我若是一想着讲，即马社会这么乱着，啊，每一个媒体敢那拢差不多啊，我就想讲。啊，无做巴肚好啦。嗯。要不吼，若是亲像即马安尼吼，再换一个工作啊，还是一样，安尼就无什么意思哦。阿伦啊，你不要抱怨讲社会即马无好啊，你应该是想讲哦，即马社会拢是安尼啦。啊，你吼爱甲换一改变一想法吼，你是毋是讲需要去做一寡什么？哎，是毋当用你的笔吼，啊来为这社会吼写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。对啊。阿伦，人咧讲吼，讲人会生病啊，所以吼需要有好的医生嘛。啊，咱这社会就是安尼，所以需要你这种人才吼来安尼替我们服务啊。要唔讲吼，真正亲像人讲吼，有唔落啊，无唔苦呀。嗯。我可能是已经习惯这种嘻嘻哈哈的生活啊，啊，你今麦突然刚叫我讲安尼，很平静的过日子。好像很空虚哎，阿伦先生，你烦恼伤多啊啦！你拄仔在讲什么空虚，或者是讲虚空哦？似乎我拢听无呢。啊，你都干呢，甲做落就对啊啦，哪行哪正对啊！啊，你看的啦吼，你若讲愿意吼，头咱慈济道理啊，或者是讲慈济夜刊啊，拢嘛有机会啊，去试看卖下呀。就是啊，阿伦。你除了可以自己写书以外，还有大爱电视台啊，啊，还有静思文化啊，都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算人才哦。哦，你当然是人才喽，阿伦，用心就是专业，嘿，疫情天下无难事，在不？好。妈妈是不是忘了？不会，怎么会忘了呢？可是。他现在忙着做慈济，每次他都说他哪有这个美国时间做这个做那个的。我看呐，他应该是忘了，而且家里也没有提起这一件事啊。可是你不是今天有叫妈妈早点回来吗？对啊，去年我本来叫他晚一点回来，等我同学走了他再回来。嗯，可是他还故意提早回来哦。我的同学都好喜欢他哦，可是今年我叫他早一点回来，他都没有说好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啊，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了，小西，因吼来有做环保的啦，啊，顺便吼要来跟新的会员哦，做伙精进啦。啊，上是新的会员啊。阮家啊！哦，俊男美女阿兵三人组哦，啊，大家做环保真好啊！是啊，我们全家都在学，因为好事大家一起来做嘛。嘿啦嘿啦，丢丢丢！阿满师姑，这样你度了不少人哦。哦，啊那呢，我算是不是一个小船长？啊你阮美女一上船，啊会不会晕船呐？你放心啦。慈禧这条船吼很大，重点是你愿不愿意上船。对啦，心哦甲华为在，卡卡桥会正吼，啊你就袂晕船啊。对啊。上你这么大一束花哎，好漂亮的花。哇，好漂亮。婷婷你好幸福哦。不晓得啊，是谁这么棒送你这么大一束花哎？对啊，不晓得是谁。嗯。爸。
是的，是你送这个。我？嗯，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哦。乌布还没有回来哎，他会不会在外面忙到忘记了？嗯，有这个可能性哦。怎么办啊？不过呢，我觉得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会玩另一种花样。嗯啊？真的要是我的生日就好了。嗯，你紧张什么？每一个人每年都会过生日的。 有没有一位小朋友叫婷婷住在这里呀？哎呀，妈妈，你不要闹了啦！嗯，我不是妈妈，我是巫婆。是妈妈？我是巫婆。是妈妈？是巫婆。是妈妈？是巫婆。哦，哇，被识破了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婷婷你。 跟我配合一下嘛，你说巫婆会怎么样呢？哈，你看，你这个漂亮的巫婆，你啊，真的吗？好漂亮哦！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美丽的巫婆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吃蛋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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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来嘞，好，准备哦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咱囡仔是恁吼，就免用家呢吼，安尼哦，社区大家吼，安尼做伙闹热闹热，安尼快乐就好啦。好啦好啦。哦，辛苦辛苦，啊，拢搬好势啊，吼。哎，搬好。哦，啊，唔知影恁厝头家什么时阵会搬来吼？嗯，唔知呢。啊，唔知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辛苦啊，吼，顺行顺行顺行。 是家吼，嘿，做林草南最美。哎，先生来咱这门子吼，听讲家吼风水袂歹吼。啊，阮社区哦，哎，对对对。哎，有啊有啊，啊嘛有风啊，啊嘛真水啊，啊风水风水嘿。哦，你真正是外行的咧，你唔知我的意思吼，我讲咧风水就是看厝都爱看风水，安尼知无？啊，风水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真正有一个要看风水的。 而且长得跟美女姐好像。哎，真的耶，越看越像哦。怎么这样啊？耶，你来，来，哎，先生啊，哦，恁这所在确实有影袂歹，我决定啊啦。啊，你决定什么？我决定要搬一摆啊。哦哦，欢迎啦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哦。